大家好，我叫小雷，这个是我的未婚妻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娜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我来其实就是想和依宁把话说清楚，因为……那你说清楚干嘛要带人来？因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些电话，然后发过一些信息，然后我未婚妻都知道，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把话和他说清楚，然后也让我未婚妻放心。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告白的吗？知道。你去他们公司是你选择的还是公司工作安排？这是公司上面的一个内部调动，然后遇到依宁，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但是问题是你还关心他呀？他说，我觉得只是上下级的一种关心。那不上下级关心，干嘛送人家到家呢？我觉得还等人家灯都关了才走呢。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男性基本的一个绅士的问题吧？是吗？我觉得对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会给前女友发这种“我心疼你”这样的短信吗？是谁谁都会误会好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，你去关心下属的话，如果你不关心他，他怎么会努力工作呀？上司对下属的关心，更多的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。你伤不伤心啊？你身体舒不舒服？没有谁说心疼这两个字儿的。如果一个男人真的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去对她好。如果只是朋友的话，如果只是上司的话，真的没有必要做那些让别人误会的暧昧的举动。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呢？今天这样给他带来一个如此大的意外。我之前也有给过他暗示，但是可能他没有理解到吧。你给过他什么暗示啊？就是一些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，而且生活的挺好的。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。我在想，我们有那么多的同学，我每年都会同学聚会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？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女朋友隐藏起来，然后今天让我误会？因为咱们每年同学聚会我都没有参加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我，你可以跟我说清楚，你可以直接拒绝我，没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众羞辱我。我今天之所以有勇气和你表白，就是因为我后悔了。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至于你接不接受我，结果我都已经不在乎。可是，所以我现在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了。四年之后他们人都不一样了，真的。我估计我现在只能跟他对上话，我只能跟他对上话。你作何感受？我们俩都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我问一下小雷的现任女友，你的男朋友应该是准丈夫，跟自己的下属发短信说心疼你，你觉得这有没有欠妥？可能我觉得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可能也有一点，就是你认为不妥，但可以理解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就不怕旧情复燃？我害怕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今天来就想看看小雷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。就今天你男朋友把你带到这儿来，
忘记过去。女孩子比较实在啊，挺善良，也不愿意伤害依宁，内心也说出来自己最真实感受。我觉得男生有点装。就有一点我弄不明白的是，小雷，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约他吃顿饭，三个人见个面，为什么要在这儿三个人见面？其实今天说实话我是不想来的，是我未婚妻她鼓励我来的，因为我也看过咱这个节目，如果真的不来的话，我觉得当门打开一个空荡荡的，我觉得她可能会很伤心吧。你是意思是说你不来你心有不忍，对，所以你来，但是你又这么残酷，这说不通啊。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，把这几个字短信发过去，他还会过来跟你告白吗？我觉得我如果这么跟他说的话，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报复。过去的事情全部过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吧。女主角她也没有征求男方的同意，然后自己去退婚，自己去怎么样，都是她自把自为的，所以她要自己为她自己的今天的孤注一掷付出那个代价。小雷啊，说实话，当年她跟你说分手的时候恨不恨？说实在话肯定是有一点，是有那么一点还是真的恨？有稍微多那么一点，因为我的出身不是很好，他的家人就不是很满意。在这分开的四年当为了你，我婚都已经退了，我得罪了我的父母，我得罪了那个男人，我现在把我所有的对爱情的这个仰望都放在你身上，然后你今天告诉我，对不起，
我觉得我只是让你误会了。一宁，一宁，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吗？如果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对你产生了一些误会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但是我真的不是有心的。我觉得咱们之前的感情是很好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我想要的幸福。我今天来这儿也就是想和你说，希望也能你自己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也希望你能跟小雷就是以平常的那个心态去相处，然后同时我也很欢迎你，就是欢迎他干嘛？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？对，如果他不愿意我也不勉强。我觉得你跟小雷真挺般配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俩真合适，单纯的一宁跟你们真的不是一国的。我现在只想问一下一宁，我刚才已经问了你很多遍，我说各种想法我都问到了，我问你要不要开门。